先生不得不将军，令你立即召集500虎贲甲士，随我前往客馆。武将军，令你调集60000精兵，屯于城外，待命攻杀新野。宋将军，命你封锁荆州九门，严加防范，不准一人一骑出入。得令。刘皇叔，刘皇叔，胡说，公子。公子为何深夜到此？皇叔，容小臣先问一句，皇叔今天与我父亲单独相会了吗？是啊，端午节嘛，民工召我喝酒。席间可谈了什么？民工问我立世子之事，我说废长立幼自古便是取乱之道。多谢皇叔直言，不过这话也给皇叔引来了大祸。怎么，景生兄会杀我吗？不不，父亲绝不会，但蔡瑁要对你下手了。今晚将军府灯火通明，蔡瑁正在调兵遣将。皇叔啊，赶紧离开荆州返回新野吧。多谢公子相救，不过依礼我是景生兄请来的，我总要回禀过明公才好走，否则岂不是失礼？生死关头，皇叔还顾得这些虚礼？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！放下皇叔刘备！快走！放走了刘备！快走！前面的人快走！给我仔细搜！那边，那边！拿出刘备了吗？将军，防守空空，里面全都搜遍了，没有发现刘备踪影。刘备明明就住在这里，怎么就不见踪影了？带管主来。严上来。遵命。走，快走。刘备哪儿去了？禀将军，这二更天的时候，刘备突然冲出客馆，骑上马就走了，什么都没说。没说。
正经半夜的，这里为何聚集这么多的虎贲甲士？主公，末将听关注禀报，说刘备在二更时冲出客馆，匆匆跑了。末将身负安危大任，刘备又是主公的贵客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末将罪不可赦，所以末将带兵前来探查。是这样吗？是。当来，拿来。数年徒守困，空对旧山川。龙起池中物，成雷欲上天。主公，这是反诗啊！刘备不甘心做荆州的池中之物，他叫成雷上九霄啊！我对他仁至义尽，他却心怀异志，看来真是想谋取我的荆州啊！是，我非除掉他不可。主公，此事粗疏不堪，不想玄德笔墨。再者，我也从来没见他写过诗啊。主公，刘备肯定心怀异志，否则为何连夜离开荆州啊？末将已调集兵马，请主公下令，准末将前往新野擒拿刘备。主公如果怀疑此事真伪，那么先拿下刘备，主公也好当面问个明白。你到新野去捉拿刘备，关羽、张飞会坐视不管吗？还有赵云、赵子龙，我们两家不是立刻就要打起来吗？都退了吧，此事日后我定有详查。撤兵回营，没有听见吗？你们都看他干什么？我是荆州之主。你们没听见主公的军令吗？马上收兵回营，快！遵命。昨夜我们赶到客馆之后，刘备仓皇逃命了，我们扑了个空。此外，我请命攻杀新野，主公也不准。看来，主公是不是怀疑我了？当然怀疑了。主公深夜回府，进门就大骂荆州城内暗藏奸贼，气得他差点吐血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别慌嘛，侥幸的是他大骂之后竟然旧病复发。我看呢，这十天半个月他是不能理政了。可是主公病好之后还会追究此事的。这是当然，不过我可以让他的病好得别那么快吗？我已经吩咐府医，让他用药当心。一方面要让主公好生活着，另一方面要让主公病势不减。所以你有的是时间，抓紧办事吧。姐，
你若是男的，该当军师啊。女的又如何？女的就不能当荆州之主了吗？试试。多谢皇叔相迎。公子客气了，客管相救之事还要多谢你呢。哦，对了，那日我不辞而去，景生兄打算如何料理这事？巧了，第二天父亲就旧疾重犯，不能下榻了，因此这事就搁下了。那今日公子亲自到新野来，有何事吩咐？啊，后天就是荆襄庙会了。此会每年举行一次，凡荆襄九郡县令以上文武官员均必须到会议场。今年又知稻谷大熟，庙会将更加隆重。一律父亲应该亲自出席，但他病重不会赴会，便令我带他出行。好啊，这说明景生兄还是信任你啊。但我对父亲说，荆襄各郡官员多为我叔伯之辈，我年轻德薄，恐怕有辱父亲之尊。于是父亲说，那就请刘玄德与你同去，他乃当今天子的皇叔，这份尊贵足够让官员们敬服了吧。不敢当，既然景生兄有命，公子又亲自出驾，那我奉命就是了。多谢。公子请。皇叔请。荆襄庙会乃荆州府极其重要的政事，九郡官吏齐聚一堂，共同议政。刘景生患病不能亲往，令我代为出席。我明日即去，三五日归来。列位务必各守其职，不得大意。我不在时，城中大小事均由云长做主。遵命。哥哥刚刚死里逃生，好不容易离开了荆州，还去那庙会干嘛？叫我说呀，这宴无好宴，会无好会，哥哥不去。如若不去，那就是对刘景生的失礼，人家好生待我，我怎能推辞？哪怕是有些风险，我也得去，我不能负了景生兄。那我跟着，为你护驾。三弟，你性情过于火爆了，还是子龙随我去吧。遵命。神驹啊，神驹，万里挑一。先生慧眼，能敲出此马不凡。请问先生尊姓大名？萍水相逢，不必通报姓名。我是否可以细细看看此马？请。此马虽是神骏，眼下却有一道泪槽，名叫狄卢。尊驾不可再用它作为乘骑，骑则房主啊。请问他如何防我？数日之内恐怕就会有血光之灾。敢问先生，此灾能避吗？避也不难，尊驾只需将此马送给任何一位仇家，待狄鲁马伤害那位仇家之后，尊驾再取回，自用乘骑，这样就利害两便了。先生这是何话呀？损人利己，伤天害理，
此等事，我是宁死不为的。人言刘玄德仁义，今见果然呐。先生如何得知我姓名？今日，荆襄九郡42县官员欢聚于此，共贺稻谷将熟，国泰民安。家父因偶染微恙，未能亲临此会，只能在荆州府中向各位同仁遥相致贺了。祝祖国大日安乐，谢长公子光临。家父特意请来左将军宜城侯，也即是当今天子的皇叔刘玄德。刘皇叔。在下自从踏进荆襄地界那刻起，就深感这里天灵地秀，物盛民丰。与曹军铁骑下的乱世相比，荆襄简直就是天上人间啊。刘皇叔说的对，我荆襄九郡本就是世外桃源，天上人间嘛。刘皇叔果然是个贤君子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啊。这里的这片太平，上靠明公刘景升，下赖列位文武官吏。今日，刘备受景升兄委托，特此前来相贺，请。皇叔请。请主公，你也下去陪他们喝杯酒。主公，子龙有护驾之责，还是不喝的好。这些都是本地官员，我们独享久居此地，就必须以礼相待。再说了，你案件在此也不好看了，快去吧。遵命。皇叔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先喝。你们听着，刘备此行只带了赵云一人及500军士，你们立即把神庙四周给我围上，待我号令一下，马上冲进去。如有人问，就说刘备勾结曹操谋取荆州，主公密令斩杀，这一回绝对不能让他再逃脱。遵命。公子，公子何事？襄阳主播刚才禀报我，说外面已经布满了虎贲军士。虎贲军士？啊！景升兄要杀我吗？这绝对不是父亲的命令，是蔡瑁被主王围，这些虎贲军全是将军府的。我说，快走，快走吧！从边门出去。公子，我能不能不逃了？说，我这辈子颠沛流离，东奔西跑，总是在逃兵。我能不能不逃了？听天由命吧。我就在此恭候，看那蔡瑁能把我怎样。皇叔，你是个仁义贤明之君，早晚必成大业。如果束手就死，岂是大丈夫所为呀？再说，一旦死了，荆州肯定会酿出一场血光之灾，关张赵三位将军必会找我父亲复仇，到那时蔡瑁和荆也会把我害死，之后恐怕连我父亲都难逃厄运了。公子说的是。快走吧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，立刻离去。公子保重。
看，准备跑了！好，给我追！追！快追！公子，我家主公呢？将军不必着急，皇叔已经走了。我主公何在？你家主公嘛，他已经越到对岸去了。不可能，这西涧如此之高，没有马可以越得过去。将军说的没错，可刘备却越过去了。你为何带兵马来？九郡四十二县的官员都聚在襄阳，我身为荆州上将，岂能不来护卫？你快说，你把我主公怎么样了？我并没有把他怎么样。如果不信，你自己问刘备去。让开，赵云，你家主公现在生死未卜，你想刺杀吗？
哈，琴声突转高亢，必有英雄窃听啊！哈哈哈！老朽无名，别号水镜。在下刘备刘玄德，拜见水镜先生。哦，是刘皇叔啊！哦，幸会了。将军的坐骑如此神俊，可将军的衣着却又如此的狼狈，想必是刚刚脱险吧。先生慧眼，洞若观火。在下被人追杀，陷马于五里外的河西间。追兵张弓搭箭，我以为必死无疑。万急之中，不料这匹的卢马腾空而起，跃向对面高崖，我才得脱此难，侥幸，侥幸。若果真如此，那老夫我更要祝贺你了。为何？那条河西名叫潭溪，想当年楚王项羽曾在那里屠杀了30万秦国降兵啊，整整杀了一个月呀，真是血流如河，头颅如山呐。潭溪足足冲刷了好几年，才将他们冲进了滔滔湘江。可想而知啊，那溪水之中埋葬了多少英雄壮士，又积攒了多少冤魂亡灵啊！也只有刘将军你呀，陷马潭溪之后，居然还能腾空而起，脱此大难呢。我的天哪！将军是应该感谢苍天呐。哦，舍下还有水酒数坛，将军若不嫌弃，吃上几杯压压惊如何呀？多谢先生赐酒。请吧。将军，依你所见，荆州刘表的前途如何呀？刘景升事无皇兄，贤德仁义，智勇双全，定能担当得起中兴汉业的大任。将军呐，将军所言，怕是连将军自己都不相信。你是碍于情面，不忍直言其短吧？那么先生以为景升兄前景如何呢？刘景升外有强敌，家有内乱，文武离心，将帅不和，荆州迟早落入他人之手啊。在下是有苦难言，先生则是一语道破。年来这荆襄各郡之间盛传着一首童谣，其末两句是最终天命有所归，溪中盘龙向天飞。刘将军不觉得此谣正应了刘将军今日潭溪跃马吗？最终天命有所归，溪中盘龙向天飞。先生啊，我兵微将寡，多少年来屡战屡败，我这等人真的能成大业吗？这世上啊，英雄不少，可叹胸有大志者多，成其大业者少。为何呀？因为你想要一飞冲天，那总得有两只羽翼相助吧。
也就是文武两仪。将军是武强文弱，其部下关羽、张飞、赵云都堪称是万人敌，可是孙乾、简雍、糜芳等辈均无经国济世之才呀。所以呢，将军只有一支羽翼，将军缺少的是一位仰观天下、胸有韬略的军师啊。先生说的极是。请问先生，那这样的军师我何处寻求呢？是有卧龙凤雏，二人得一便可安天下。卧龙凤雏，此二人何在？请先生指点。天机不可泄，将军见谅。先生，刘备即使得不到卧龙凤雏，但若能请先生出山相助，那也是三生有幸啊。老朽年迈，来日无多，只有与这青山绿水相伴了。将军莫急，迟早会有强过老夫十倍者相助于你，只待时运罢了。时不来，运已不至；时来，万事顺遂呀。多谢先生教诲。来来来，吃酒，吃酒。元池啊，你不是受刘表之约去荆州了吗？缘何深夜到此啊？在下是去了一趟荆州府，但刘景升此功啊，虽有善心，却无大志，徒具虚名而已。两天不到，我已看破其短。刘表喜善而不能用，恨恶又不能除之，外不能御将士，内不能治家政。我料他早晚自陷其祸，我怕刘府强留于我，我便星夜离开了荆州。嘘，轻声轻声，我这里另有贵客。哦，贵客何人呢？在下大梦初醒，左将军刘备拜上。啊，原来是刘皇叔啊，缘分，缘分呐。先生，是你。敢问阁下是卧龙还是凤雏？区区在下，既非卧龙，也非凤雏。在下姓徐，名树，字元直。刚才我在里面听先生所言，一语便能道破刘景升之弊端。即使不是卧龙凤雏，定然远胜卧龙凤雏。万不敢当，在下与卧龙和凤雏相比，犹如繁星比于皓月。先生太过谦虚了。玄德所说不错，但凡才华超群、经纶满腹者，往往偏作谦虚。请吧，请吧，请入座。皇叔请。皇叔请。我久闻刘皇叔仁义，那天故意借的卢马一事，果然是。先生说的卢马房主，果然一语中的。当日我便献马檀溪，差点送命。的卢马方得懂寻常庸主，却方不懂明公。我离开荆州时，顺路访查了新野。在乡下已有民谣了，唱的是新野木，
刘皇叔，自到此，名风足。我听后甚是感慨，因为阁下住新野刚刚一年，就有如此功德，真是仁义之君感召天下。阁下无论是荣是衰，也无论是胜是败，总会有民心相随。须知民谣所唱便是民心所向，而能得到民心者，距离得天意也就不远了。哎，玄德君，你这是为何呀？刚才原旨所言，是刘备此生听到的最动心的，但也犹如一把利剑穿心呢，痛且快哉。元直先生，刘备不才，想请你出山担当我的军师，以便早晚受教。在下才识学陋，万万当不起如此大任，明公另请他人吧。我刘备20多年一直盼望能有先生这样的高士相助，可以说朝思暮想啊。今日能与先生相遇，犹如大旱逢甘霖。刘备叩请先生相助我一臂之力。明公之意令我万分感动，但军师大人，我确实不敢担当。徐庶啊，刘皇叔如此降尊纡贵，屈膝相求，已足见其逞了，你就答应了吧，否则您那满腹经纶怕是要荒废了呀。自古来才是易得，明主难求啊。刘皇叔虽然时运不济，可他无疑是一位贤明之主啊，迟早会一飞冲天，成其大业呀。今日你俩在我寒舍相见，也是天意使然呐。啊，刘备奉先生为师，终生不改。徐庶奉命了。好，好，先生快快请起。二位相识，真是天地焕然呐！可贺，可贺，可贺，可贺呀！主公，主公，是子龙。二位先生，是我部将赵云寻我来了。常山赵子龙，威名满天下呀！快请，快请他进来。子龙。主公，子龙，你怎么寻到这里来的？木匠找了一夜，终于发现马蹄印，按着马蹄印才找到这儿的。忠勇啊，难得呀！这位是水镜先生，这位是徐庶先生，这位便是赵云赵子龙。曹操战败袁绍之后，当需休兵一年，以求囤积粮饷、军信，之后再挥师取天下。其兵锋所向，必然直取荆州九郡，而我们依附刘表，驻兵新野，自然是首当其冲。我料曹操大军起时，应在明年开春。依曹操用兵的习惯，在大军起之前，总要先着一支劲旅攻入荆襄，攻城略地。但曹操的用意并不在乎此劲旅胜负如何，斩获多少，而是用这支劲旅探查荆州的防务虚实，
以找出敌军的薄弱所在，甚至找出刘表兵马的优劣长短。昔日我与曹操交战，曾有多少不解处？今日听军师一言，豁然开朗。因此，我军当前要务有二：其一，请云长、子龙各引一部，在新野城外30里处扎下营寨。云长营为虚，子龙营为实，二营于新野，护城犄角之势，而且虚实相应，以备曹军来犯。其二，孙乾、糜芳继续招兵买马，扩充军备，以准备明年那场生死存亡的大战。军师说了半天，却没有说曹操那支劲旅何时来犯。30天以后，前后相差不会一两天。干嘛非要30日之后啊？我要是曹操，明天就攻过来了。三弟所言极是。关某虽然不像先生那样会算命，但也粗知兵法，兵贵神速才是良将。关将军谦虚了，你深知兵法，早已堪称良将。不过，兵者，应当顺天而进，不应当逆天而行。明后天起，荆襄一带将进入多雨时节，长达20日。等地面风干，还需3-5日。从许昌发兵至此，又需3-5日。而曹操的劲旅，多为北方铁骑，总不至于陷在泥泞当中作战吧？所以我说，30日左右，曹军必到。各位，快快遵从军师吩咐，分头行事。切记，军师所言，句句都是军令。遵命，遵命，遵命。据报，刘表旧病复发，卧床不起，荆州军务大多落在了水师将军蔡瑁手里。此人水战尚可，陆战无能。而与此同时，刘备正在新野招兵买马，扩军备战，一日做大一日。我意即向荆州用兵，攻伐刘备。不是去。
天地同寿，与。